上河里沙包，我们讲咸猪肉，用煎料，它会蒜，会蒜头，会肠啊，全部拢会长。来沙包，够要食迄个沙包的无？沙包讲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迄无啊，总共三十包。沙包够要食无？咸猪肉，煎汤叉，全部拢会长。乌白煮，乌白好食。好、哦，来，我来讲哦，咱的咸猪肉是咱的食法，你袂当无买，你试食看卖。百五上面食150，百五楼啊，150。百五楼，百五上面试食看卖，我咸猪肉真正好食。百五好楼，150。百五楼。这个，对，这名字我来着，你看这名字，对，对，对，啊，继续讲，伊这叫牛柳哦，伊这都啊用叉，吼，叉叉叉蒜头，叉糖啊，叉辣椒，真正牛肉有够嫩的吼，你唔好看这细包，这退冰就是一堆啊，叉一包葱包牛肉皮啊，好无？来，这个阿平，玻璃有冇叫？来。卖讲只差一包几啊五几啊五几啊五加几啊五偌济？五百。来要食牛肉，唔免五百，开四百，先加钱先赢，三百了，三百块。来，这包搁送你三百，这包搁你三百，这包搁送你三百，等下，这包搁送你三百块了啊！来三百块了啊！来三百块，来三百块分了了啊！三百了。来三百块，一包三百，两包三百，三包三百，四包三百，五包三百，六包三百，人好食买五百。七包啦，八包啦，九包啦，十包啦，一包牛肉只好食，给你五十块尔。你三包几个？来三包了，好啦，三包四包啦，来五包六包，来个几个？啊？现在五百的。我拿五百的。五百的。来三包，够要食无？三百块。三包人无买无，你试食看嘛无？看人啥买五包好无？我还讲你无买，人给你上上话，等下炒炒下炒蒜头炒下辣椒落去啊，好无？两百试食看嘛，两百块。我无甲你算啊贵，你冇买贵，你买两百食看嘛无？两百块。啊，这边两百块，来两百个买食哦，两百块，试吃看看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的支持啊，帅哥。两百个买来无？来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来两百个买食来无？两百块，低卡片了我傻傻，给你讲拢来无？去做一个，拢来，我介意较济钱的拢来。来拢来拢来，麻油鸡嘛来，我要来拢来，做一届啦，处理你个，紧落啊！啦，一包猪脚，几包内底用猪脚，当然我爱报告你搞用我烧落啊，搞加饭一届你调的啊！囡仔唔食饭啊，较食落是爱半碗，有当时咱改变一下菜色，囡仔加食半碗去，迄感觉都无同啊！好，咱妈妈你煮嘛好有成就感，要食猪脚免三百开机啊！我最后一箱，一瓶四个人加，先加钱先了，拍一百落啊，一百块，拢无啊，一百块，四个了，四个了，没有了。无啊，四个尔，见见见，这逐工你抢的物件，你几个？无啊，没有了，结束了吼，结束了，来，你猪脚逐工就人来去抢的啦。来，阿咧无啊吼，来，我化了麻油鸡给我，阿过来摕一只鸡仔起来吹啊，来，这咱逐工卖偌好，逐工你嘛有看，咱敢有黑白讲话？逐工化了嘛，抢到烧白，来。抢啊！这啥物？这叫鸡腿公，这倒位啦，哎、欸，我稍微放起来出一手吧。烧火放上去嘞，我咪写一手吗？四十包吗？你无看咯？个人要食鸡腿卷嘞，三百面鸡啊，五面两百，上面吃两百块鸡腿卷两百了，两条给你，三条你，四条你，五条你，六条给你，七条，这三条我搁送给你吃。来要食鸡腿卷两百块了啊，鸡腿卷上面吃两百块，用煎的就好啊，两百块，两百人要食鸡腿卷好无？两百块了。来两百个，要食鸡腿骨哦，两百块，两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来两百个要食啊，两百块鸡腿卷，这真正咧做拍到规拢鸡腿的肉食哦，拢有啊吼，你冇买过试食看嘛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，来一百个人要试食看嘛，一百块，来一百个人要试食看嘛，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，来一百个要试食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个要试食哦，一百块，收起来，一百了，来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。哦，收起来。对呀、啊，不能买太多了。哪个感觉？来四，来五，晚上要做渔民呐。哦，他没地方去。明天晚上才回。你哪位来啊？我用宅配就好了。来七八号楼，来多少几个？三四，来个。对对对。好啊好啊，先等下，先等下，准备啊，等下准备。熊小丽。哦，这前面要准备。阿伯，等下推牌哦，推牌哦。来，有人要食排骨酥无？迄阵我伫马公厝，你知无？见面一个人家，人家拢爱袂来，一对母仔囝见面一来，讲伊要食排骨酥，三个人家入来，一个人拢买一份，拄啊一开始发个，拄啊规个排骨酥卖了了，吼！这排骨酥，我唔敢讲伊酥好食啦，不过买着大家拢来啊，伊买五百，
哦，来，这我一百只一定要两百啦，来两百加两百或者四百加两百嘞，六百，唔免六百，开五百了，来我四百哩，我五百哩，我六百哩，我七百哩买袂着大包的哦，这三包我搁送你，排骨酥十包全部拢我哩开五百了，来，搁有要食排骨酥的无？排骨酥，来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哩、六包，恁食袂了小家庭的试食，三百了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啊，啊，这来我看嘛。啊，这来我看嘛，就你后边我看，无我叫你徛咧落啊，你人后边咧，我看我椅子倒顶咧，你后边一点啊？倒顶都无开，无我处理我，刚买今仔开车，我足困难开的。三百上面只三百块，三百够有要食排骨酥的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够有人要食这大包的哦，拢有啊吼。哎、欸，你买袂过，你试食看嘛，真正我的排骨酥你试看嘛，两百了好。来，你买袂过，你买两百块试食看嘛，四包这一包五十块，这大包呢，这咪细包呢，这大包两百要试食无？两百块拢无啊，专家，拢有啊，谢谢，来感谢你，来要收起来，来个来要食啥？这个我随个来买吼，来，遐多少个来要一千个，有人要食这个多利鱼无？来，给有人加看，这几包无刺无皮无骨，鱼啊嘛又敢那搞有啊？那豆腐的啊，这当然我来讲，你用炊炊泡泡水煮埋，两岁到两百岁，你煮熟的囡仔全部拢会当吃。好来，这餐厅一个炊起三百几块，这三个炊起几千块。好来，卖讲一包几千块的啦，这价也贵一点，还要平。来，这拢无啊吗？无啊。四个人加加钱，唔免一千，免八百。爱食肉丁的你唔好买，买长期的卖买几包拢无钱，先加钱先赢三百了。大娘啊，大娘，这拢给你啊，这拢给你啊，三百块两公斤六袋给你啊，三百了啊。来三百，上面就多你八十，三百块，头前搁一个，我提吧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块，就这四包尔。哎，拢无啊。后日白炸龙虾啊！我来讲啊，你毋捌食过这個，你试食看卖，看卖好食无？百五你试食看卖，150啦。来，你毋捌买过百五，好试食看卖，多你八十，百五了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从哪里？来。男子啊。你等下回位才来，爱去平我收啦。哦，卖拢阴毛啦，你嘛倒毛者。有人要食毛油鸡无？这一包最好四百几块。好，四百加四百偌济？八百。注意听，切一寡姜片，啊，切一寡姜片，滴一寡米酒，互你暗时真正较袂惊寒。这毋是乌白讲，这是事实。这两包毛油鸡煮好烧，用好烧，食好烧，唔免上八百开六百，卖五百你就唔免考虑啊。一包搁送下你一个人家，全部拢你的。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了啊！来三百了，来三百块上面吃，来麻油鸡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来三百上面吃麻油鸡三百块了，三百块拢有啊！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唔好买贵，我恁试吃开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来恁唔好买贵，买两百块试吃看卖麻油鸡。来两百块了啊！来两百块要试吃啊，两百块。麻油鸡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这拢无啊？一百了啊！来，你今日买一百块试吃看卖一百块。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来一百了啊，一百块。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来一百了，来收起来。来个，你要吃啥？佛跳墙。佛跳墙可以个。佛跳墙可以个。好啊，好啊，我那也可以个。啊，紧嘞，佛跳墙啊，紧嘞，来接起好无？来，我来讲，全部来哦，做一届。这狮子头佛跳墙，哪底料？卖讲啊，干来狮子头十几粒，一包三斤半，三斤半，然后听好，五个人家买落后，这一块就一点了，先给钱先了，八百五百拢免了，两百落啦，两百块，狮子头佛跳墙两百块，两百块落，两百块落啊，好，好，来，几楼的？来两百落，来两百落啊，两百块，最后一只两百上面去啊。最后一只狮子头佛跳墙两百，上面写两百块。两百要吃无？佛跳墙狮子头的三斤半，我那先给了我分。这下卖就出三块叉再买吃，再买一半卖我买两半，上先给钱的先赢，十块了，十块钱了啊，十块。收钱十块，十块了啊，十块。啊，起来。十块了，十块。阿姊也要吃啥？跟我讲哦。阿婆，你讲阿姊也要吃啥？讲。你买足济啊？阿星。这两个哦，咩啊？特例哦，哦，干了这样嘞？我准备我讲，三百一万块钱的手牙个，三百一万块钱的手牙个，啊，来来拍嘞，你也给我，你也给我，来，你是给什么的十块？三百一万嘞啊，还是给蛤蟆啊？
你甲福星补一包蛤蟆，给大个上来用，用个补一包蛤蟆去。来，迄、那个，佮有要点啥物个无？要人参鸡啊！来，人参鸡过来，你要人参鸡啊？嗯，好，牛筋我需要，人参鸡我先买一个哦。来，拢来好无？拢来，拢来，做一个来哦。来，做一个来。好无啊？来，我佮讲一届啊吼。今仔日是拜一，我后日拜一佮拜二只吼，你甲我买这一包，我今仔买个鸡拢买袂着啊。好，我佮讲最后一个，我仓库存六十几箱，唔管啥物口味的鸡啊，六十几箱，这礼拜全部卖掉，后礼拜几卖，全部鸡啊拢变两公斤五，吼，过年要到啊，啊，这拢公司已经敲电话甲我讲，几个要起价啊，我库存六十几箱卖了，后礼拜几卖会全部起价，无可能佮卖恁这条鸡啊吼，来，人参糯米鸡规只鸡啊，一瓶四只就好啊，先客钱的先啊，买你先啊买个，边个豆豆只啊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，请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来两百了啊！啊，后礼拜拢无可能搁卖两百啊！你相信我啊！后礼拜无可能搁卖两百啊！哦，来，一个龙虾啊！来龙虾，来地上来了，一只手拿起。这平两百，到尾食鸡啊，几只啊？两百块。来一只手拿了，这等高价，这等高价，这后礼拜你就后礼拜你就无当啊！来，来偌济个？啊，搁收起来，搁收起来，无你事先收起来，一步一步来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来，搁备着。最后一只两包，上面一只全部没有了。来包过，来捞起过。哦，鸡啊，鸡啊，我豆豆卖落啊，吼，鸡啊，我讲今日搁来起到无臭无臊啊。哦，来，母鸡上。